你的意思是说，林炳胜要在五秒之内从我的手中超过球吗？可以把你的球超走。那可以超你的心吗？他在撩我吗？一二三，开始。一开枪花战情变11年台积电男友暴密恋林炳胜被告白画面曝光。大家好，我是尚华。34岁的蔡尚桦疑似和 T1 台星战神林炳胜密恋中，蔡尚桦目前透过经纪人证实和交往11年的男友焦大仔在一分手，男方限动仅留一张十字路口照，相当耐人寻味。回顾8月，蔡尚桦深夜被周刊拍到带着林炳胜回香归，当时蔡尚桦仅用好朋友，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澄清。我觉得经纪人表现就是在对象上就是把握一个出手。同一段时间，林炳胜正卷球团纠纷，半夜却被拍到和 T1 联盟行销长吃吃喝喝，被网友质疑两人先前是不是在偷偷爱。27号，有网友爆出疑似蔡尚桦与林炳胜的小账，账号名称引人遐想。就像是林炳胜爱蔡尚桦，两人粉专也被网友灌爆。你的人生果然什么都要追求两份诶，两份合约跟两份女友，怎么有人这么喜欢被公审？11年之痒，离开那个垃圾吧。回顾两人一年前互动影片，暧昧似乎有迹可循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林炳胜要在五秒之内从我的手中超过球吗？可以把你的球超走。那可以超你的心吗？在撩我吗？一二三，开始。一你搞得我好乱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飞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